喂喂喂，托托晚安，谢谢每次都这么来，这么早来，这么来是什么意思？阿伦晚安，要来去哪里啊？兄哥上了就要来看，等一下搞错了。我还在找时间玩乔可波，不大知道要怎么进行会比较好哎。可能之后要玩的话，都要先确认一下有谁玩。再找人一起吧。好了，那就直接开始吧。对了，之后可能要这样子，提早确认一下，确实也比较好。那今天就往哪边呢？往树这边吗？树这边要怎么上来呢？这边好像都没有上来的地方耶，要从这里是不是啊？有点远，还是这里啊？我看看好了。没有魔。是不是应该先传出去呢？从这边走会不会太远了？好像有点远，用冲了吗？冲出去好了。接下来比较好奇的是要怎么到上层去？这里有办法到吗？但是我没有时间看呢。感觉得出来啊，中间应该有一个没开的。这里应该是从上面跳下来的，所以应该是不能。是啊，就往前走，然后看一看好了，看看有没有赐福可以开。等一下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我到哪里来了？这是哪里？让我看一下地图。直接穿过来了。这是哪边啊？这只是 BOSS 吗？上面好像一个城堡。可以上去吗？这好像上不去，但它本身不是敌人，绕一下好了。这里是让我复制大鲁恩的地方哦，真的哦。知道是归知道了，但不知道要怎么进行。先走一下，哇！一呆。观赏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基本上是把他脚上的骷髅头打掉。脚上有骷髅头吗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！脚上有骷髅头，哪里啊？
魔法这么没有用。脚上白色的东东，好，来试一下白色的东东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哦，打掉了，哦，打掉了，哇，好，那像清洁工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跳，你不要跳，好可怕！一袋，一袋。哦，但他安静下来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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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跳了。呀，我又跳下马了！不要再下马了，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！我说有人跟我打招呼，请让我打一下这个，让我清除一下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！啊，快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像是在清纯上的藤壶红似哎，麻薯晚安，阿岛晚安。老爸老爸晚安。好嘞，哎，下来嘞，默默的下来了，好有趣哦。哎，这好难发现。这个没有提示的话，要不是不小心打到，可能还不知道哎。嗯，入口在哪嘞？在入口吧。这里是，这是什么？调查尸体。复制追忆的选单，在复制追忆的选单能够复制过去曾经获得的追忆，已经获得的追忆之主力量的追忆也能进行复制。一座灵庙只能复制一次，仅限一次。追忆是干嘛用的啊？我没有道具，没有追忆。好吧，看起来是之后才需要来的。然后附近可能也要找一下，看有没有赐福。你说这边吗？放个 barrel 点也没问题。你容我找一下。啊！掉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回去？我这回得去吗？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，好可怕。啊，这边啊，哑巴，这里是有牛牛的地方。摸，拜托不要！我要怎么回去啊？等下这边的印象很不好，让我小绕一下，从这边绕好了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我根本就认不出路来。等真的不小心碰到的时候再说好了。先回去刚刚的地方。刚刚是怎么走的嘞？好像是从这个边边是不是啊？这里的边边有路可以上去吗？嗯？我到底是怎么走的啊？从这边是不是啊？哦，好像是耶，所以绕太远了。跟大赐福的阿嬷换武器用的，有这个功效哦。诶，是吗？我到底怎么绕的啊？应该是绕这边没错吧？这边往前。啊，是是是。Chester 晚安。不好意思，迷路中。让我小找一下路。上面看一看有没有人参，没有的样子。
晚安，知道怎么称呼啊 ？Kevin 吗？白熊晚安。一嘟，继续走吧，看能不能绕到另外一边去。没有吃辐射点，一直让人家很担心啊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又下马了。一洗呢？我没有想到打熊熊。熊熊熊！熊熊熊会放过我吗？一车这边有牛头人。这个时候怎么没有乔可波的功能呢？可以看一下后照镜。有就方便了，追逐战也可以好好的闪过。哎，这边有一只哎，总共有两只哦。有动画的王会给大卢恩，可以跟阿婆换那个王的武器或技能之类的。所以我哎，那我之前有打过不是吗？那还不算哦。所以拿来换武器的啵。猫微微晚安。这个脚上也有东西吗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脚上有藤壶吗？哦，也有。这个吧。清不到，好难清。你看，好难清哦！哎呦，不要再跳了。它长好多、哦。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好痛！真是清洁工哎我。不过啊，哎呦，哎，好痛啊！对对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他掉石头了吗？啊，他蹲下嘞。好可爱哦，但好痛。这个也是是不是啊？一样是换大赐福的吗？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点在同一个地方有两个。神秘哦，位置这么近。哦，好吧，里面看起来也没东西啊，没东西吗？嗯，好吧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目的地先往树这边来看一下，树附近啊，哎，村落，村落里面会有。嗯，不确定哎，先来这边看好了。二的点，嗯，不是不是，差点走错。小黄金树，但附近一样没有赐福。啊，又看到同样的王了。哎、欸，旁边那几只是什么？那是牛吗？
先打死再说好了。是牛吗？好像不是牛。对啊，看起来超诡异的，到底是什么？黄金树的仆人。哎，怎么办？这附近好像没有哎，连雕像都没有吗？啊，有啦，这个是雕像吧？哎，是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搞错搞错，没有赐福，没有赐福，完全不想打，绕到后面看一下好了。哎呀，黄金树，黄金树，你不要急，让我先探索一下。呀，体感很差呢，走开啦。还是要直接打呢？要直接打也不是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已经打过一次了。呀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来来来来，跨步跨步跨步！咦呀，好痛啊！死了！就这样一发，不是吧？啊，是是，完全扛不下来。我觉得小敌人还是要打一下哎，这可能等一下蛮碍事的。准备当经验回收吧。啊！差点打错，吓到我。等下直接开战。我知道啊，但没有看到，想说算了，直接来打吧。先来招个水母出来，然后用魔法挥剑打就好了。先给他个陨石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行叫行叫，骑马比较好吗？好，骑了。可我骑马超不会躲的。啊，等一下会掉下来，难得，难得啊！为什么那么容易下嘛？我到底按到什么键啊？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战斗的时候超不适合骑马的。怎么办呢？用挥剑好了。啊！我用跑，按那跑步是不是啊？
要离远一点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哇，范围好广。欸，我到底是按到什么东西一直狂下马？骑马的状况如果按到圈键会怎么样啊？我试一试好了。用下马吗？不会啊，奇怪。到底啊、打的流程大概知道啊，但就是不会闪而已。毕竟他是打第二次了嘛。之前在小黄金树的时候也有碰到。好吧，以安全为考量，尽可能先闪远一点再说。请容我回去拿一下东西齁，不要杀我。啊，待てよ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魔，没有魔，没有魔。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，先绕到后面好了，先绕个一圈。水母想要招一下、欸，起码可以招水母吗？可以。真的距离很广，好可怕！啊，卡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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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不奈，啊不奈，又下马，无尽的下马。给你绕一下圈圈好了，取距离。水母没用。好了，应该要死了。不吸。啊，还不够吗？再一下下。水母死了，但应该我也赢了。白狼，咚咚咚。游戏。跳跳跳！带魔力的啊，这个一样是那个药吧？带雷的，带肾的。你就知道我手会按的比较大力，特别是左手。啊 ，OK， 那这边也结束了，把这个点点给去掉。那接下来想要到这个上面来。这个上面哦，可能要先往回绕，然后上山吧。带魔力的大波路不是吧？那我再确认一次哦，往前的往左，好，往前的往左。而且我这边好怕死哦，千万不要。走，这右边有路吗？右边看起来是没有上坡路吧？但上来了、欸，啊，不能，不能，等一下，弓箭。啊，对哦，也是可以一路标点，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我先想办法上去了。
先看一下有没有上去的路吧。嗯，感觉这边应该都不会有哎。不然我这样标看看好了。四五一，四已经在对面了、欸。所以这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？有点看不到。走远一点看一下哦。四四在上面，没有路可以走，那应该绕哪里啊？这是悬崖吗？这边吗？这边有个，哎，是吗？看一下，华生，晚安。马首是觉得从右边的火传过去，再走过来算了。嗯，这个下面也想要下去。你是说这个火，这火没有路可以走了啊？所以应该是我错过了哦，再走一次好了，再确定一下。沿着这个石壁走应该是没错吧？哎，谢谢，他怎么称呼啊？啊呜，啊呜，谢谢。应该是牛牛那边吧？那牛牛在哪里啊？这地址那么多牛。再过去就小黄金树了、欸，这里哦，这一块吗？还是其实在这里啊？牛牛不在这一块吗？阿、啊、嘞。难道是在更前面吗？这里吗？那先看一下这边到底有没有路，确认一下。Oh no， 这里没有路。所以已经确定了，从这边到这边到这边，到这边到这边到这边都没有路哦。那接下来还是要再下去看一下，感觉应该先来这边对不对？这一块。卡里晚安。看地图的话有缺口，那应该是这里啊。定一下位置，三号。三号哦。难道走回来吗？三号，这有地图真看不懂哎，这我眼睛有问题是不是？所以要先下去喽，有地方下去吗？其实是有哎，就不就是之前那个地方吗？有大熊的。只剩上面这里了。也不是欸，这从上面跳下来的。还是有路没看到。
那里应该是跳不到吧，有点高。啊，好烦躁，好烦躁！到底在哪里？求个指引。缺口。顺便放一下猫。我想要到点二号，猫呢？水下面啊，这一块哦，这一块吗？好吧，那一样先从这边为目标好了。等一下到水这边，然后绕森林，是不是？哦，再回去一次，不好意思，请大家陪伴一下。方向感就有问题，让我慢慢走。一路设个点吧，两、四、五、二、三。熊不得激怒，熊熊激怒了！不要，我不要死在这里！亚美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要死在这里！死要死，等一下！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醒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等一下。这熊是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我下马了，太夸张！哇，好可怕！啊，在我还没有找到赐福的时候，不要这样子。哎，啊，那是赐福，找到了，终于。这个安心感，不要那么虐吧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里有一个点，你看安心感真的是超十足。哎呦，这有一个扭扭，没发现。然后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啊，不能不能死，不能死！等一下，我应该升级才对，我忘记升级了。阿呆哦，刚把你的经验用掉啊！啊，还是要买东西啊，是不是全部用掉也不大好？而且之后想要拿剑呢，有点忘记剑的能力只要怎么配了，是不是应该先查一下嘞？胸前一剑，之后那个啊，夜与火，还有什么规定的能力值吗？力十二，性十八。要先点吗？24，好高。那我先来点一点信仰好了。夜与火是力巧都12，智性24。好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我记一下。我觉得这种事情自己比较容易忘记，我比较呆笨笨的。力巧12，智性24，
感谢克莱昂，晚安。法师点信仰其实没有什么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只能点这几点而已，要到24也太久了吧？灵巧嘞，灵巧已经有了力量。哎，好吧，点信仰吧。这样也好了，慢慢的凑上去，等有机会拿到的时候才能用嘛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往这个上面走，这不下去啊？啊妈的哟！你不要这样。哎，追上来嘞，机车。哎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这个点不是之前我也来过了吗？往屁股后面。哦，对不起，确实这边会比较卡一点点。我游戏上是很正常啦，但看的人就有点可怕了。不是哦，这边是死路哎。对啊，这边也来过了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是不要乱打好了，很痛。可以考虑走胡须了吗？先把他杀了吧。他已经残杀我很多次。哦，前面有一个，啊，这是我来的地方啊！整个档回个血。这里的地图有点复杂哎。接下来是哪里啊？先往湖这边走，三和一。湖。啊，湖王不是这里，等一下。这里吧，先确定已经上来了，比较一下，然后往这边走呢，往二的点走。哦，不是这个湖哦，我一直以为是这个耶。但这边是下得来的，有没有机会从这边绕上去啊？先看一下有没有赐福，没有。下去应该这个高度应该没事吧？很多野兽的声音哎，有点讨厌。下面那个火红色是什么？可以看一下吗？有血迹耶。哦，下面还有，怎么那么多只啊？蛮不急。谁的血血？
哎，我是绕一圈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怪。结果还是不能呢、欸，我绕回来这边了啊，好讨厌，啊、崩溃了，还是绕到同样地图。哦，好吧，上面确定不能去了是不是啊？还是有办法跳到下面去呢？看一下有没有路，这高度怎么看都会死啊！哦，有，有呢，但好可怕，然后都是血痕。好可怕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那个高度应该存活下来吧？你骗我！把马踢出去啊！不能用那种药吸跳吗？哎呀，地图真是有够难走的走。音高啊！不要再这样了。在我走个地图走那么辛苦，这游戏应该没有药吸跳的设定吧？啊，再来看一下，刚刚死亡的点在。嗯，死在哪里啊？阿娘喂，阿娘喂，阿娘。刚刚的状况哦，再试一次好了。可怕，这真的好可怕。那我先确认一下哦，下个点那个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的是那个吗？快快！正下方可以走，对不对？好，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个正下方也可以。好了，走到这边就稳了。加西郎。游戏，妈妈也开心，想说没有害死她。下面是怎样啊？下面这里有一个堡垒，这里还有一条路哎、欸。啊，不过有蓝色的封印在，那是封印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讯息好了，你们有没有留什么讯息？前友又是这里，所以你可能没有资格。阅读，你没资格，白目。接下来前面有个村庄，魔法学院，皮鲁姆大道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可怕！这个敌人他看到我了，但你没有想要打我，那我打死你哦。
快快快快快快！打不到他哎、欸！呆。欸、有两只，两只不要打比较好啊，但觉得有点麻烦。呀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都对人不好啊？超不善良的。呀！打这边实在是完全没有快感，只有满满的痛苦而已。算了啦，不打了，小怪什么的根本不存在。OK， 这个是哎、欸，等一下啊啊，怎么被骗了？我以为是那个道具商人，没这回事。对啊，起码的攻略还是习惯一下好了，不然这样下去也不是 好办法。左边那个是教堂吗？有个像废墟处，好像好哎、欸，哪里啊？这里。有，然后也有个东西先拿，是种子吗？哦，陆地。哎，等一下按错。可以增加吗？不够，恢复量呢？可以。接下来这个下面是，这下面是到下层是不是啊？哦，真的是哎，这里是怎样？这是商人吗？商人，好久不见，在这里啊。有卖什么？有卖很多的垃圾。这里好像也不大适合现在来耶。先回去，然后往这边走好了。这个点。主线的话要从一个很多水的地方，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水啊，在一条龙的后面拿到钥匙进魔法学院，有龙，好、哦、也是啦，之前就看到了，但还没有打过，看到我已经吓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巨人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是投石机。然后是喷火的，这些都当作没看到。先冲！哇，这地图好美哦，但看起来也很可怕。赐福力，赐福在哪里？这么大的一张地图，怎么可能没有赐福？对面看一下，
哦，室内吗？返回室内。哦，天哪，这边好漂亮，看到了。这边是大电梯。AKB 晚安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是大电梯耶！到哪里啊？哪里有电梯啊？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电梯吗？电梯？有什么装置哦？所以我现在还不能来吗？我需要有电梯感应卡才会启动，这么现代啊！哎呀，亚达，那我来这边干嘛？好啦，当做探勘吧。嗯，那接下来就只剩下……啊，对了，这边还没绕。哎，这边看起来可以过来嘞。你看，从这一条山路有没有？记个点也好。包包已经有一半了哦，我包包已经有一半了，再找到另外一半就可以搭电梯了。想要知道感应卡的位置吗？当然，赶快提供另一半哦。一半，我有一半吗？一半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啊？啊啊，真的耶！迪克达斯的劫符，不是符解。我今天怎么了？我今天呢、啊，看到的东西跟脑中想的讲出来都不一样。这什么东西？哎哎哎！谢谢！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伤害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老鼠吗？哎，好痛！先闪一下。是谁在影响我？是老鼠吗？哎呦，好大老鼠哦！哎，它血好厚，但有点可爱。等一下，老鼠好多，老鼠好多，死呢，死呢，死呢！哟，这个发狂是谁在影响我啊？先找出源头好了。天上的那个大眼睛看我，哪里有眼睛？把揪！把揪！但老鼠会妨碍我，先打死。哪里呀、啊？还是看不到。左侧的高塔，你说这里吗？这个上面哦，那我要怎么过去啊？用蹲的呢？躲在树丛里面可以吧？啊，好痛好痛！老水发狂了，我要发狂了。你发狂，我发狂，一起发狂，我死了。前面的道路上还是一样的，还是看不到。
熟头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石头，熟头，这样可以吗？比方说，我躲在这个石头后面，看一下。还是没看到，奇怪。哦，哎，还是没看到啊。先恢复一下。往上。啊，那一颗眼睛哦，那颗眼睛是敌人吗？可是接下来没有石头可以挡嘞。就把下面的敌人打掉，眼睛就不会发作了吗？该怎么走嘞？一次走到那个下方，感觉很危险。一点一点走好了。好，骑马。谢谢。冲了！啊，好可怕！那我刚好绕对边了。等一下哦，这里会被影响到吗？啊！让我恢复一下。哎，接下来感觉也很难呢，看不到路。这里该怎么走比较好呢？要骑马吗？骑马用冲的。等一下，再等他发狂一次，然后直接冲到阵底下。这频率也太高了吧！只有老鼠而已，只有老鼠。等一下，只有老鼠。这谁？为什么只有老鼠？呀，不会吧，我败在老鼠手上了。啊！哪里呀？啊，要爬上去哦，好难哦，真的是起笑哎。而且这边有，我刚在哪里啊？没事。所以反而建议我这边先不要来吗？好吧，再走一次好不好？真的不行就去拿另外一张电梯卡。
不过电梯卡在哪里啊？哎，好痛！你先让我领回一下。不要打我！来不及，好像还是要把叔叔引出来。刚刚是想要只回收而已啦。红土大陆哦，红土大陆这一块吗？这一块老实说也没有什么探索过哎。在想要把经验值拿回来，有点忘记多少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会燃烧？我要烧起来了，我烧起来了！等一下，再让我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知道，刚好被挡住了，恢复一下。老鼠该怎么引呢？而且发光值降得好慢哦。塔的正下方啊，会发光吗？如果塔的正下方不会发光的话，就先打老鼠。刚刚的右下角好像有火，有吗？这里会有火？你说这个、哦，这个东西吗？有啦，有余火。4000多，还好有回收。然后呢？还在往上。不会吧？上面很多人吗？那你觉得我要上去吗？还是离开了？还是很怕死、欸。啊，补满血吧，拼一次。哎，发狂快！哎、欸，哈 Q 哈 Q。好像撑不住哎、欸！这边跳过好了。
但下去不是办法。来这个红土大陆吧。红土大陆哦。魔法阵。法洛斯要塞。好的好的。哎呀，信者那么多。那就真的没办法了。法洛斯要塞在哪里呢？这里都还没看到，所以是这里哦。这一个。红土，这个难易度应该更高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这里看起来完蛋了。这张不是那个吗？一进就死了，这里不行吧？等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我还有哪里可以走？你们说说，哪里都不能走的我，很惨哎。里面那只超可怕的啊！只能去很多水的地方吗？哑巴哑巴，真的不行。对这边敌人印象超差的。靠北，你血超多的啦！切，被吐死了。好吧，我去很多水的地方吧。这边就放弃了，狼哥，抱歉，目前无法接近你。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湖区哦。湖区在哪里啊？湖区是这一块吧？是吗？是。是，谢谢。接下来往先随便设一个点好了，大概知道方向。这边敌人也是很多哎、欸，先直接绕一下，有必要的话，等一下再绕回来。右边有火，我来看一下，废墟这里哦。前面这是什么？你是敌人吗？你是？哎呀，提莫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但其实没有很痛哎，但有点烦。靠北嘞，恶心巴拉的。
等一下，我没看到火，我来不及看，先走，先走。等我可以开地图。哦哟，不要啦，不要再来了，好烦躁哦。然后又很吵，又不能开地图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你在走回头路吗？胡须感觉不友善，你糟糕！呀，妈的，谁？是啊，靠北嘞，喷超远的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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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不能好好的休息。啊，可以开，可以开了。在哪里啊？啊，这里有那个地图。哎，阿元，晚安，你赶快先洗澡吧。讨厌，被射满满。先把那个地图上的标记取消一下。是几号啊？是五号。耶、yeah, ！开地图，开地图，开磁浮。喝个水。嗯，再看一下。哎呀，老天啊！这地图也是大到一个夸张哎。欸，所以我应该这里有个赐福，但等下再找好了。先往城里面为目标，走看看。该不会剩下的那个半个钥匙在那个上面吧？怎么可能？对哦，我刚急等都没有看清楚，看一下好了。从状态看得到吗？31而已，而已。红掉。等一下。哦，这边是要拿钥匙的哦。对了，我又搞错了。猫好吵，好翻了。嗯，这边点有点多，只用冲了吧。也太多，也太多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等等。干嘛给人家看屁股？
被看光了。为何用了地图？获得了简易地图。简易地图是什么？请从置物包来确认。简易的地图，身上有吗？暗叉，不要你，不要再上去了，我求你。啊，就是钥匙的地方哦。啊，不过这边也是被封印的。假设这边被封印的话，也不能上去。那他刚提示我是在哪里啊？这一块吗？这里吗？我在看一下好不好？我认不大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有两个小半岛的。城的左边啊，这一个吗？还是这一个啊？感觉是下面的。先定个二好了。上面哦。对不起，实在认不出来。这一个吗？哎，这个在上面，这个三号吧，完全定不出来。谢谢马索，谢谢托托，马索也越来越清楚了，好像都可以问你了。可是这边也不能直接下去，你是要慢慢走下去。不过不太喜欢这边，赶紧离开。火章鱼也是很可怕。好像绕错了，应该绕另外一边。观众是你，左边有木种，可以拿一下钱，我就缺，抢了，但有花花不大喜欢，还有大猪的花。有点恶心，这样就好了。这边地图也开不了，先走一下。往三号走，三号在哪？还没到吗？好远。OK， 看到了。而且好多这个，打一下好了。没有。等下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。是章鱼还是龙啊？是龙，要打对不对？拼了！等一下哦，我觉得可以先招水母出来。开闸！威石龙，
好大只。哦，吐火的一瞬间，刚好停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那个雷射炮发射的地方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是正前方？太奇怪了啊！哪有那种会转弯的嘴炮？走这边好了，好远哦。老天，要走好远，顺便看一下地图的附近还有没有别的点吧。感觉应该会有啦，只是我探索的没有那么仔细而已。往黄金树这边走，再前一个破碎岛有赐福，这里哦，是几号啊？四号。怎么说有健身的话题？运动吗？从大学到现在吧。但老实说，我是当运动。然后严格来说，也不能说是健身。哎，一瞬间觉得这个树好像方块一样，是麦块。到了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那后面的那个追踪导弹，谁那么下贱？都在哪边嘞？容我捡一下尸块，冰结晶。这边的几只法师该不会都用魔法炮吧？没有哎、欸，啊啊啊！找到了，赞赞。好，教堂区晚一点再来看。先去三。是没事啊，没问题的。二这边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吗？有个粪虫而已。哎，消失了，好快！哎，该不会这只粪虫会瞬移吧？哎，感觉打掉会有东西。真的有立场。那这个点也可以用掉了。接下来回去找我们的龙龙。你说哪一个厉害啊？龙龙吗？我绕一圈喽。龙在哪里啊？要不要打呢？
要不要打呢？其实蛮想打的，打一下好了。黄杂，哎，但我的魔皇不够，哎，糟糕！现在不是打不赢的问题了，是魔根不够啊，先生。妈的！哎，不错，一个火焰就死了。但不行啊。下马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你的命运了，就是要死。好吧，那龙不要打好了，龙可以不打吗？魔不过在啊，对哦，还有金龟子可以帮忙。钥匙在他身后，所以我还是要把他引出来哦。Oh my god！那你还是醒了、啊。哎呀，一直下马下马下下下。喂喂喂喂喂喂！那什么？真的吗？钻进去就好了。让我看一下。请教我如何不用下马。你就钻进去啊。是有路可以钻是不是啊？还是要等他醒来。就这样子哦，这是假的啊！这样子，闪！啊哈哈哈！哎、欸，这真的闪得了吗？什么啦？不过我这样算有拿到了吧？哎呀，好辛苦哦！那只龙我真的打不赢吗？好想打哦！算了，先过主线，龙之后再来打。真的可以赢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急不急。真的吗？来到，你朋友有赢，好好奇哦，但花了不少时间，那先不要好了，时间宝贵。感觉那只龙应该是待在他脚下附近打，会比较好闪吧？他看起来笨笨的，行动面。超累，刚打完，步入腐败，跪雷尔跟飞龙。啊，对耶，刚有拿到一个。马索是我的知识库。
哎哎哎哎，直接这样过来哦。直接这样过来的话，那接下来咧，往这里哦。哦，好兴奋！魔法学院。没有人。有。上面那什么？哎呀，是法师！你跟我用同样的招式，驾流。哎，他血好厚哦，不能用这招，跟你用一样的就好了。哎，喜怒！哎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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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他的命中率比我高，也败也败。真的是要魔法对决了。你用我的魔法对付我，哈利。呀，等一下，旁边那些骷髅头，不是吧？看起来好恶哦。啊，这些是那个会转一转然后跌倒的。而且魔耗好快，糟糕。门进来的右边有个隐藏门。哪里啊？真的有哎、欸！谢谢华生，这怎么发现啊？太夸张了！卢恩的弯壶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卢恩的弯壶，到处乱敲，你就这样走，每个地方都敲一敲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好可怕哦！脸看起来超恶的。啊，真的有！开了就安心了。打主线王会拿到大卢恩，用弯壶可以啊，原来是提升能力用的。先来升级一下好了，继续加信仰。不是吧？还需要更刺激吗？有需要吗？哎呦呦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啊啊！キモ、キモ、キ、キモ、キモ、キモ。那你们再消失一次吧。是走这里哦。有有有，做了做了。这里是走到外侧来。哇，连个骨头都那么难打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抱抱抱啊！哎、欸，靠，恶心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抱毛线，等一下，好恶好恶！哎、欸，这几招怎么打、啊？
三发可以打多少？哇哩嘞！这个不打又很烦。喂喂喂！这里没有 free hug 啊。五四三晚安。哎，现在来到一张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探索的地图哎。用陨石打吧，感觉方便很多。啊！要直接冲啊！哎，底下，喂，我差点要下去，我要掉下去，底下，掉，我掉下去了，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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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没有路，没有路，没有路，死呢！上面，上面，等一下，无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边会不会只有这样子而已啊？等一下，我想回去休息一下。这边重点是要走哪边还不清楚，所以应该是要走到那个建筑物里面，然后走上层吗？这里也不能，也没东西。哎呦，好饿哦！我实在是对这种敌人不行哎。走这边看一下好了。这边呢，有东西。你太的赐福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抱抱抱抱，要给你抱啊！你说这里吗？这里哪里可以走啊？刚刚来的时候也不大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哦！啊，还有上去，还有上去，呀，一带一带的，一带的。游戏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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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啊，怎么那么多只？哦，有自动升降梯耶！哎呀，狗狗狗狗！这里应该是要走这里吧？然后呢？这里吗？啾！还是要更高啊？应该这里。有入口。OK， 赐福，又是一条烂命。往刚刚里面一点有东西可以拿，我有办法回去吗？先不要好了。莫，那个释迦头，恶心。
看，太生气了，打爆你！啊，没礼貌，跟我拼魔法！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你的速度比我快。哎，太多了吧！这里不打要怎么通过啊？死呢！等一下，猫猫猫！好疯狂哦！无穷无力的魔镜。哎哎哎哎哎！你的命中率太高了吧？哎哎哎哎！哎哎哎！啊，原来红狼在这里哦！超想看红狼的。欸、你真的很犯规耶，魔怎么那么多啊？哎哎哎！喂！会死人哦！哎呀，好烦躁。挥剑哦，也是啦。你现在我无法锁定。你呢？哎呀，没有血嘞，没有血，应该回去补吗？这个不行吧？我已经是根性状态嘞，实在不行。唔通，哎，这里还没来过。笔记，我什么都没有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来的门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不得已，只能补一下，然后把多一点的瓶换到血瓶去好了。我记得旁边好像有个人，对不对？尸体的方向有隐藏门啊？什么？这里有隐藏门？你说这里吗？这个吗？好夸张哦！玉修，你好厉害！锻造石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麻烦到爆的一些敌人。还可以跳出去，跳出去要去哪？有加智力的头盔，跳了。
可以跳吗？我看一下，该不是这里吧？红叶只有这里可以走。哎，我确认一下哦，有路。哦，这里也太难发现了吧？刚刚在水车上看到的，原是连到这里来的，哎、欸，好可怕！我那个，好可怕！我的那是一瞬间那个，然后我还按了跳、哦。耶、yeah! 啊！干，好丑！是我讨厌的释迦头，但不得不装了。先看一下，释迦头，还蛮重的。嗯，也加什么？以我现在的好吗？魔力减一点点，但智力加3，哑巴。啊，好丑！母牙的，好丑哦。嗯，好吧，为了智力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装备按 R 可以看更多的资讯。你说在这边吗？啊，不是，啊，欸、不是，啊，诶、欸、，R， 哦哦哦，抗打击，抗很多诶、欸。好丑！算了，不要玩好了，回去吧。其他的看起来还好啊。那些装可以用吗？好啦，都提示啦，当然要看一下。嗯，盾可以换成什么？是，我现在盾是不是根本就没在用，又没用，对不对？跟垃圾一样。这个有比较好吗？是很硬核。你说变成拿双杖哦？是，好像拿这个吗？学院的，刚刚掉的，好像没差多少哎。学院的好了。这样吗？跟着双杖来看看，这样打起来会不会比刚刚还要强一点呢？你、欸、好可怕！等一下，等他过来。有比较强吗？嗯，看不大出来。一次把敌人打到死亡比较好一点，就不会受到阻碍了。
哎呦，哦呦，大湖！而且好硬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 啊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没看到啦。长包好像也可以装哎、欸，我身上的衣服用好久了，仪式壶。不能，来看一下，关心者。重量比较轻，不是，是吗？我刚是看到这个吗？它比较烂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！嗯，没有比较好的啊，补一下血，好危险。楼上还有，哎呀，哎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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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背向深刺，够了吧你们？哪里呀、啊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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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我的太，我的太太多了呗。有你们在，都不能好好探索。算了，先走。哦，已经到 BOSS 了，不会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里离传送点有点远呢。怎么办？你们说怎么办？光走过了，而且哎、欸，我没魔嘞。我看一下，前面好像有隐藏道路。瞧，骗人！这边有门，当我喜欢这个头盔吗？气死了！啊，还要跟楼上哦。这边有没有隐藏门啊？哦哦，有有有有有。应该没有敌人吧？学院这边隐藏门好多、哦，这怎么念、啊？轴心吗？啊，短剑。好吧，看这个情况，只能去了。这边二楼还有地方可以去，哪里啊？悄悄悄。悄悄悄，没东西啊！你说隐藏门那边哦？隐藏门内爬上去，刚刚有爬上去的楼梯吗？我真的是不会探索啊，真的有对不起。哎呀，我的视线好小。这上面感觉有猫腻，跑到画这边，
这衣服吗？跳过去，后面后面有路哎。不会是下面吧？下面我会死啊！真的哦，真的哦，不能骗我！跳！啊 ，OK。还好大家都很善良。哦，这又是哪里啊？这是拿什么的啊？魔法师球？哦，等一下，吓到我，吓到我了！等。原来是这里。刚刚有一边不能打开的，很棒哎，谢谢。这样两边其实也应该不会走那边啊。怎么办呢？增加魔法攻击用的，应该可以装吧？先看一下，它是在……我看一下，精力的回复速度，提升魔法的威力，很棒哎。我这个状态不能打王，回去吧。等一下就一路的直接跑到楼上去。做赐福，直接跑酷了。好吧，来冲一下。走错了，谢谢。意外的还蛮好走的。来喽，进。那是红狼狼。为什么学院里面会有狼啊？好帅哦！死了。他是拿咬剑吗？他好帅哦，但他毛看起来好脏哦。那什么脏毛毛？知道了，进去的一瞬间先放水母，然后时间也不够长，所以不能放陨石。红狼狼想要收编，可以收编吗？没有这种模式吗？喂，慢点，慢起哦，我慢起那塞，不急，我感觉被打到一次，大概就确定死了吧。等一下，压力好大。这里应该也不能隔墙打狼吧？每一个 boss 都能这样玩的话，这游戏不用做了。追墨，我那该守护我，瓦力雷，好可怕！超会闪哎，不行，换一下，换灰烬。等下我的法杖不见了，不要欺负我的水母。
阿布奈，好帅！本帅再不想被你咬咬，可以抱抱，但我死了。好活泼、哦。刚刚那一瞬间好像有看到。拼了！不是你咬死我，就我咬死你。看清楚，我看清楚啊！水母好碍事哦。来了，来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哦呦，是剑。闪好，有戏。抱抱。闪远点，有戏。闪好。下，水母吸一下仇恨值。啊！滚的时间要慢一点。水母很惨哎，那大概被挥个四刀就死了。可以再慢一点。滚啊滚啊！跟海蜇皮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说。不行吃，那是我的召唤物啊！等一下，没有耐力，没有耐力。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去打他！啊，水母死了！狼好难打。哎呦！那一招倒是没料到。不，退一下，退一下，单发，呀，我真的只能靠水母活着的时候想办法赢了，啊，打赢他就今天的目标了。哎、欸、啊！哈哈哈哈被伤到了啊，也是。有吸仇恨值的时候就赶快改一下。可以丢石头吗？干脆这次用丢石头的好了。闪！哦，丢，一次丢两发，好戏。等一下，不要欺负我的水母。啊！我想闪掉了。朗朗也惊讶。
等一下，不行，陨石放的时间也要抓一下。每次都想要连放，那我就死。弹弹弹，我就弹。哎哎哎哎哎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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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咕咕咕咕咕咕！来喽，魔法哦，魔法！啊、还有还有，哎，没闪到！打他打他，发两发，还可以发一发，陨石痛死你！哦，有机会有机会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这样可以吗？我好贱！啊，浪浪你好可怜哦，这次水母帮我吸太多了。红狼就这样消失了，好可怜哦。摸摸水母，啊、哦，不是摸血鸡。救我！说什么？这哪是外乡呢？还要再走一下吗？接下来会很长吗？想问一下、欸，还会有只小王哦，然后就可以找狼哥支线了。再走一下下好了。哦，出来了。等一下，那有个恶心的东西，那什么东西？好饿！对啊，再稍微探索一下好了，一下下，种子拿一下。不要！不会吧？这里有卡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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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尼。骑马，骑马啊！不能骑马。看地图很大，以为可以。这里有魔法，该不要走这边吧？好，过来了，直接去城门上面吗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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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也不能开，哎，不过有个传送点呢，这个会到哪里去啊？传一下看看，
应该也不会太远。无知。诶，是乌龟这里耶。诶，喷太远了吧，喷超远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摸摸龟头。求你对不起，真的敲得到，会不会敲到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，他不理我了。摸摸龟头。My flesh is akin to stone. 好啦，那今天先这样子吧，救救你，这样结束好了。这个脸要怎么说才能换掉呢？应该会有更强的头吧？这实在是看得有点不能呢、欸，这个身体不大能接受，太可怕了。好的，那今天先在这边告个段落好了，明天再见。拜拜。晚安。假日大家也不能太晚睡哦。Goodbye。